这种声音哦，那根本就会使直接去了哦，到新民新湾啊啦！哦，原来伊不爱上来唱歌，那不是因为伊避暑也是歹势，是因为伊袂晓唱歌。啊，那呢，我鼓励伊唱，害伊今麦去承受着这认真异样的眼光，安尼我敢不是等于是咧害着伊？天啊，小姐，啊，想袂到讲你唱歌哦，原来有你家己的 style 呢，我真欣赏你啦。啊，是讲哦，我唱歌也袂歹听呢，唔知是不是莹莹会当甲你做合唱？嗯。哇，李浩杰真正是神呢，伊是拯救全世界。是因为你啦，是因为你。老婆受过刺激啊！伊若来当将咱的理想行到这，我跟廖正公李律师的上台是要阻止天娜小姐继续唱歌，想袂到你是舍身相救。其实我嘛不想遐认罪啦，我是讲哦，上台陪伊唱歌，让伊莫这么难求啦，想袂到讲。我唱歌这么好歌呢吼，我敢真正这么歹听哈，像讲歹听诶，除了我迷人的歌声以外，我感觉这世界上上撼动人心就是你的声音嘛。什么咧撼动人心呢？我看迄规栋大楼拢叫你撼动，应该是规条街啊路吧，应该是规个区吧。哎、欸，是我开的小宇宙。不要紧啊，李律师，咱两个互相欣赏就好啊。拄只多谢你跟我斗相共。你别客气啦。其实吼，我头一届吼在众人面头前安尼唱歌，会当跟你合唱，我嘛足欢喜的啊。